我的机车室友要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出于好奇，我得偷偷跟过去看一看。怎么的？好家伙，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有了。我跟前面的女生一起的，我刚去停车了。哦，兄弟真不错啊。什么真不错？我还以为要打我呢。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切，我还真是自作多情。看看车吧，杜卡迪。这车可以啊，还是偷瞄一下吧。啊，他走过来了。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。幸亏我瞄瞧。你跟个熊似的，我看不见你是吧？我随便逛逛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这么冷的天，我怕你冻死了，没人给房租。哦，谢了啊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要不要坐我车走啊？你先走吧，我等人呢。宝儿。宝儿，我来了，你想我了吧？这谁的衣服这么丑？怎么非得让我们宝儿？这是个什么妖孽？这谁啊？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原来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衣服给我，我先走了。口味可真重啊，看不懂了呀？看不出来，这男的真凶啊！